登山水中找奇石。大家好，我是百师弟，今天又到九曲石滩来找石头了。天上还下着雨呢，这个天气来找石头最爽了。一块画面石，上面有个小图案，有点像一个人物。这个黄蜡石与石英的结合体啊，大家看这个造型，这边是黄蜡石，这上面是石英，一个结合体啊。这个画面不行，石头又破了。这块线条石还不错，这个放鱼缸里很漂亮。有个小图案，一块金纹石，小图案像一只猫头鹰的样子。这个纹路线条实体不平，有点凹凹凸凸的。这边还行，这块就先放这里吧。金纹石，这个画面感可以啊。哦，这边有一只像一只猴子，猴子上树啊。终于停了，在这沙子里有一块画面石，把它弄出来看一下，放水里洗一洗。这个画面不错啊，大家看这边，这边是线条，就这边这个图案像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像一只小狗的形状，画面感还不错，就是石形有点粗。看水里面有一块石头，放水里还挺好看的，拿起来就不行了，还是让它回去吧。这里一块小石头，哦，这什么图案啊？哇，漂亮，有点像一只麒麟啊，麒麟兽啊。来看这两条须，哦，这条身子，这可是上古神兽麒麟啊，可以啊。今天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